如果你話我人生裏面有冇啲遺憾同埋叛國社會阻礙自己工作嘅，首先我係唔識英文咯。喺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都訂閱我嘅頻道。訂閱我嘅頻道係免費噶，都分享俾一啲喜歡學英文嘅朋友，記得撳埋鐘仔啊！香港唔少藝人都會投資飲食業開食肆，藝人麥才清最近就開咗間和牛專門店。和牛分四種，英文總稱為蛙叫，蛙叫。關於牛肉嘅英文最簡單有 beef 同埋 steak。 喺西餐方面，根據唔同嘅部位，有肉眼 rib eye 或者讀做 rib eye 啦，西丹牛扒 sirloin， 牛柳 tenderloin， 同埋牛脷 ox tongue。安格斯牛肉 Angus 是在香港较多人提到的美国牛种，而中式就有山竹牛肉 Beef Ball， 是用马蹄和免治牛肉拆成的牛肉球。免治牛肉英文是 Ground Beef 或者是 Minced Beef。 牛腩就是 Brisket， 牛柏葉是 beef trife， 牛柏葉即是牛肚，它是內臟的一部分，即是牛的胃。而罐頭牛肉醃鹹了的就是 corned beef。喂，叫你买餸喎，拎住个电话喺度搞咩啫？吓，翻译紧啦。啊，唔识英文就咁啊，张单系英文嘅，小弟就唔识英文嘅。咁你睇啲咩英文嚟啦 ？A V O C A D O， 鳄梨系咩嚟噶？哦，鳄梨你都唔识啊？咪即系牛油果咯。L O N 无瓜，细个唔识谂啦，因为嗰阵时啲英文老师对我好差啦，咁我又觉得，切呢度系我哋中人嘅地方，咪识中文得噶啦，唔使识英文嘅就放弃啦。咁其实嗰样嘢人哋讲一句说话，你放弃自己就唔啱。咁当然系大个咗先明白啦，其实我应该更加俾心机学好佢，话俾你听，我有呢个能力咯。咁而家冇办法啦，冇得追得翻嚟啦。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订阅、分享、留言支持我，赞好同埋揿钟仔啊！下集再见，拜拜。